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妈的，有视野，有眼，有眼，有眼。
它你如果带霓虹之泪，女王只需要加个三级标就可以把你的霓虹之泪就掉得很快了。对面太阳这中单应该疯掉了，完了我死了，哎呦没睁眼，忘了有一手这个小强了啊，大意了，他偷袭啊，不讲武德，操你奶奶，操你猴子的，小子他还想搞事情呢，这好吗？这不好，哈雷克之火葬魔兽，我估摸着应该就在中，但是在具体哪个位置我就不知道了，给我吧给我吧，瓶子给我，瓶子给我，哎，在上面那个锅啊，快炸中了。不管啊，这么就连滚一下键盘就放完了呀，欢迎美金，美金好，就脸随便搓一搓就可以了，随便放几个技能人头就来了，这么简单。哦哦哦，这他妈也能给我找到，我操，那是人家打得好，那是人家 Thompson 绝活，冰雷真的不好打，比赛冰雷多是因为冰雷虽然不厉害，但是他能把别人恶心到，懂吗？就是虽然冰雷不厉害，但是冰雷不用刷钱呀、啊。我冰雷我有个鞋子，我就跟你打了。那火卡有个鞋子打不了人呀、啊，那不一样的。看到。这波远伤。跟着跟着跟着，有视野没？
装啥逼啊？哎，他妈的，我操！冲走，冲走，直接冲走！找个位置吃魔邦 TP， 魔邦 TP， 魔邦 TP，TP， 哎，兄弟。这走不了恋爱，说魔邦 TP 啊，还要再 A 一下。这波用过了，因为刚才毒狗给大了，直接大家走。飞风极冷，冰墙减速道，然后陨石配合点能把这个幽鬼 A 死。幽这个爆杀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没蓝。来打啊，兄弟！完了，兄弟太刷了，虽然他战绩很好。这把真的是点，这把我真的是这个什么出蛇了，这把 A 让出蛇了，没有打，没有打打，别怂啊！等一下，团战，先放一个火人，招两个火人出来，一个队友，吹风一下刃甲，落地刃甲没了，给个陨石，吹风先把幽鬼带走，走出框，吃个血剑，如果有冰墙可以反打。放磁棒，没蓝了，隐身过去，先把天路杀了，切个三火 A 死他，大金火用过了，没蓝，没技能，没技能可以杀，走了。我还记得，我说那个护士太坏了，骗我，说逢五针不逢五针，逢十针。给大呀，徐总！啊，空大两次，这个 A 仗真的出的马，谢谢 BBB ROCK 老板的飞机。火人减甲六七啊，减甲拉满。小时候我真的是个人才。刃甲先别打，刃甲先别打，等刃甲没。我真不会说方言，因为 B
第一，我爸妈跟我说话是用普通话说的；第二，就是我就是在做直播之前，我没有什么朋友，我跟我的同学没有留过任何联系方式。我上学那会儿，我特别中二。上去拆塔，冰墙减速，磁爆栅栏，小火人减甲，配合极速冷却，刷新一下。也是，还刷一个 BKB。没错。吹风，切三兵，啊，往后又退一下。冰墙，磁爆，吸蓝，小火人减压甲，极速冷却打断一下，对，减甲拉满，骗我收，科研学界，给个灵动迅捷，冰墙 CD， 带走带走。陨石、磁爆、BKB、冰墙，先杀一个，再杀另外一个，推波，小谢一下，开一下学界，给个大胸，给个天后，还是差一点啊！秦王绕柱，我操，就没有什么共同话题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我是重度玩电脑的呀，我就喜欢玩电脑，他们玩的游戏我又玩不懂。玩什么赛尔号什么时候的，我就玩魔兽了。他们在玩什么赛尔号啊、摩尔庄园的时候，我他妈就在玩魔兽了。完了，我他妈还要陪他们玩。有家里有个亲妹妹，表妹，你说谁啊？